中共国安部大动作起底台湾匿名者六四的骇客组织对大陆网站发起攻击，并公布三名嫌犯的照片，表示他们都是来自台湾军方资通电指挥部现役军人。但行政院国防部严正驳斥，那就是一个假的讯息，用假的讯息来指控我们，我们必须要强力的回复。每天在进行网攻骇侵的第一名就是中国，真正的始作俑者是他们。他们所指控的这些相关的内容，我认为都不实。资料显示，资通电军作为国军最神秘的部队，2017七月成立，约有6000兵力的规模。过去曾经侦测到我政府高层官员的个人笔电有木马程式，还告知两个是安徽的，一个是福建的，显示我方掌握程度。但这些网军平时练兵只守不攻，似乎要作为战时的秘密武器。同时间，总统府全社会防卫韧性委员会将在26号召开，内政部首度增设了物资大队，除了平时和战时的物资管理，就连医院都扩大战备药物的品项。外界质疑，难道台海准备开战了吗？预告修法里面有提到所谓的收容或者是物资的部分，跟大家所熟知的民防系统里面协助跟整编有关系。我们的全社会防卫也要加强它的韧性，统合起来就足以产生一种吓阻，还能够真正的维护台海。怎么是吓阻对方呢？这样就是朝着战争的方向去走嘛。摊开总统府防卫韧性委员会的名单，简直一片绿油油，成员包含之前选举失利的吴益农，还有几位黑熊团体相关人士，立场鲜明，更加入许多宗教团体的代表，像是玉山宝光圣堂董事长或者基督长老教会的总干事。网友大亏，现在是叫牧师拿枪防卫什么吗？立委更点破，恐怕是为了这个用途。自己人在取暖了、啊，绿油油的一片，看起来有一点故装的味道了。这些人选举期间可能帮很多忙。总统领军防卫，用心良苦，百姓更希望执政者的作为能真正维系台海和平。记者林心彦、李俊颖 S 小组台报道。